日前，李萨出发去巴黎参加时装周，虽然他戴着口罩，但看得出来李萨非常高兴，一边挥手一边热情地与粉丝打招呼，一头淡棕色的头发又浓又密，发量真是让人羡慕，而且淡红色的烟熏妆看起来也非常精致。他的穿搭虽说是基础款，但穿起来感觉很有气质，身材也超好。他穿的是一件黑色西装，而且用的是偏休闲风格的针织面料，黑色比较吸睛，再加上版型合身，所以视觉效果非常不错。适当在翻领和袖口用白色线条做修饰，选用金属纽扣做点缀，不会显得过于严肃古板。他选的浅蓝色牛仔裤较为宽松，与休闲风的外套很搭，腰身处的设计却极为独特，选用大号的腰身，再用金属链做绑带，打造不对称效果，别有一番风味。这样的搭配不仅气质出众，而且轻松显身材。 Lisa 短发也很美，穿定音款小西装气场太强了，日常造型也有范儿。喜欢就订阅呗。